弟兄姊妹，今日是五月七号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说我们要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叫我们的罪得赦，亦都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守和带领。纵然是经历过高山低谷，但是你说过你必定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更加藉住教会的 life group， 叫我们能够彼此建立，彼此分享，更加彼此守望，亦都求你藉住我们的小组生活能够兴旺福音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教会的重开，更加求你唤醒我们的心，预备为你作更大的事，叫这个世代能 更加有更加多人去认识你，接受你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，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， Amen。